哎，晚上好。你好，哎，晚上好。好，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昨天学的。好，来看一下哈。第一个这个治牙齿的是什么呀？的牙医。对，牙医啊，对，好。哎，你房间的光很好哎，这种。非常 soft 的光啊，对，对，我喜欢你那个光，我那个太白了，你那个光很舒服啊，很 warm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字，quiet，这个字是读，挺啊挺，停。对，挺容易的，啊，挺对，容挺易容的，易。是的，好，还有紧张对吧？Nervous 紧张，好，这个，这个是，突然，对，突然。突然，对，突然，还有一个啊。这个呢？经理，对，经理，对，经理，还有理解啊，理解，对吧？我有水了，哎，我看到你喝水，我也想喝水，哎，发现空了，没有了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语，这个字，对，借书，对吧？在美国，在犹他州的学校，中学的时候也有图书馆吗？有没有图书馆？哦，也有啊，我们中学没有，我们到大学才有。对，那很好哎，中学有图书馆。哎，但是你好像不喜欢看书哈，对，我不喜欢这个。好，哎，哦，这个词语，这位。哎，对，周围，对了，这个呢，你再读一下，这个是读，另外。哎，对，另外，好的，还有这个 air conditioner。空中。对，空调，哦，空调。哎，对，空调，哎，在犹他州冬天的话是不用空调的，用那个好像叫暖气，对吗？暖气是就是它会出一些很热的气，air，暖气，哦，有，是吗？你们冬天用暖气。然后夏天用空调，对吧？我们冬天没有暖气，我们冬天是很冷的。我们要用空调，我们冬天很冷，房间里面。我们北方跟你们一样的，北方也是用这个暖气。好，再看一下。这个词语。顺利，顺利，还有这个需要，对吧？需要，需要的，对，好，这个是却啊，but，却，去，这个字，呵呵呵，买。对对对，my，对，好的，还有这个字啊，也要记一下，这个第27，这个是读。顾客，对，顾客啊，对，顾客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字，put 床，on，还有这个 take off，是，拖。对，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很重要，
这个是读哎，嗯，第一个字是这个，玩。对，断，哦，这个跟练习的练有点像啊，这个，锻，锻炼哪练？哦，锻炼，啊，对，哦，啊，这个我们是练习嘛，都 homework 练嗯，习，然后这个炼呢对，是用火，因为一些嗯，metal，用 hammer 哦，打用火的，所以这个练锻炼哈，锻炼，锻炼。锻炼身体，这个词语，这个，这如个何？啊，对，符合这个呢，判断好。好啊，这是我们昨天学的哈，继续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字，第一个词语，感觉，感觉。第二个呢，材料，哎，对，这个，不知道什么念。这个是我们一样的，咱，咱们，对，咱们啊，咱啊，第二声 second tone，sorry，咱们，对，咱们就是我们的意思。好，第四个呢，完事，这个是准，稳，对，on time，puncture，准啊，准时，钻石，第五个呢，六。留，OK。哦，这个词语读什么？这个词语，哦，里面有这个字，对吧？这个字是读什么？安，按，这个是按，按照呢？按照，这个是照片的照，对吧？按照，according to，安上，按照你的要求，这个字啊，还有这个pressure。按的意思啊，按着，哦，对对对，用手按着，按照这个是 according 安 to，上。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，平时，平时，对了，平时，好，我们来学新的一课哈，不要太着急赚钱。哎，你有没有去做过 part-time job 赚钱呢？没没有，有，还没有哈，你还还小，没有，在中学。我的哥哥有。你哥哥你哥哥只大你1岁对吧？2岁。哦，大2岁，他有兼职过，兼职 part-time job，好，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词语，第一个词语，感谢。对，感谢，是哪一个图片呢？D。对，D，送一个礼物，是吧？表示感谢，这个呢，这个，看声音。谈生意，谈生意的话是哪一个？C，C，F，哦，对，他们在谈生意啊。做一个 meeting 这个呢？四十，知识，知识知道吗？知识是 好，是一。knowledge 的意，对，知识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我们新学的，这个字暗读什么？示，对，按时，应该是C，对，按时是A。哦，哎，哎，对，按时间，对，按时，按时送货，按时送货，这个应该是，delivery home delivery，对吧？这个呢，这个，赚钱。赚钱，赚，哎，是比，对，这个呢，哇，这个成语，是 C，手忙脚乱，对吧？C 很忙，很忙。对，
再看一下啊，哎，这个词要学一下，这个词语，以前。提前啊，还有提前 in advance，还有一个推迟，推迟，就晚一点，推迟，一个提前，相反的，相反的，好，再看一下啊，推迟，啊，这个呢，工作，工作经验。对，比如说还有说啊，有经验的，有经验的，experienced，对吧？有经验的，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，哦，这里有一个 manager 的啊，一份工作啊，一份工作，一份工作，还有说，一份蛋糕，还给你一份蛋糕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再看一下哈，哎，我看一下，你是小林啊，我是小李啊，你先来，听说你这是对，有这个是exchange 换，换对，工换作，工作，换工作的。今年，今，喂，对呀，就是是的，今今是今年 this year 年，今年，对，今年，对，今年，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今年已经 already 已经，对，我已已经经，吃晚饭了，对吧？已经，对，已经。已经换了3次工作了对，吧？已经完了。啊，你的眼睛真的好大耶！对，你妈妈还是你爸爸眼睛大？都很大，都很大眼睛。你看我的眼睛，你看，很小。我一看到你啊，真的好大眼睛啊，大眼睛很漂亮。谢谢。对，好啊，别提了，don't mention。别提了，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啊，没想到还没以前好呢。上次那份工作，你只做了2个人就，就哎，这个是，想一下，离开。对对的。对，想起来了，yes，这个有点难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是其，我们学了，上次学了，其实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其对对，实，银，哎，其实，对，有点像，我不知道这个，这其个是，实，完全，completely，这个，对，完全，完全的话，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好。对对对，刚开始毕业的时候，我换了很多工作，当汉语老师是我最长的2年了，这个完全的话呢，是一点也不比如说我完全不喜欢看书，完全不喜欢，一点也不喜欢都可以，我明白，我也明白。但是那份工作收入太少啦，你才高薪，恭喜恭恭喜！对对对，不要太一，这个是太急着这个急，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急啊，太急啊，别急，别急啊，take it easy，慢慢来啊，别急，这个急哈，对，好啊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，好，再看一下，
第三个啊，也是在聊工作哈，聊这个，这个词语，guarantee，保证。对，哎，我保证，那个 promise，这个字还这个很难读哈，乱。对，乱乱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调查的话比较难一点，啊，都是 survey。investigate 然后等于调查，调查。对，一般说，根据调查，我想调查一下我看一下，你是网文经理吧？那分就这个调查，调查。调查，调查，哎，对，那份调查，调查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做完？对，那份调查还要多久啊？或者还要多久才能做完？哦，按原来的计划，应该是2周啊，这个是周，然后这个是调，对吧？哎，但我们可以提前完成，周末保证做完。好的虽嘞，然这，进工作很晚，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。谢谢你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，每天早上我都。把当天玩当天，哎，这个呵呵，这个是计划计划计划，plan 对，对对对，对，计划计划好，要做的事情写在写在 B，对，是 B，B，B，我不知道哦，这个什是么本上。记记，笔笔记记本，上本，笔记本就这个 notebook 笔记本，好，提醒，提醒，哦，这个，提醒我知道这个，这个你应该知道，对，这个自己，自自己对对己对，完事自己自很己排自己。好。时间你也可以，试试这样做。对，你像那个笔记本 notebook，还有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，对。laptop 对吧？是吗？嗯哼。对，笔记本电脑，好，这个办法真不错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就很 mess 很忙手忙脚乱手脚都不停，对吧？手忙脚乱。再看一下这个词语，accumulate。上瘾哦，积累。对，积累，积累经验，对吧？积累经验，经验对。积累这个财富，对吧？财富，嗯哼。furniture，积累那个钱，呵呵。好，来看一下你是王经理，我是马经理，什么是？我们什么听是？这个。哦，这个，对，哦，这个是浪，对，让对，浪，你这么高兴啊！对呀，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，太好了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恭喜会公起源。司会，对，越，对，越，越来越好了。对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，好，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，后来我发现，这个你再读一下。
这个，13。哎呀，对，记住了，yes 啊，其实并不容易。现在呢，赚钱越来越难了啊。慢慢来，万事开头难。对，OK，重要的是有多，这个我是想新学的哈，这个是新学的，慢accumulate，慢，哦，是积累，给积累，对，积累积经验，累，经验。对对对，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啊，公司的声誉，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啊，一切都会好的啊。今天要学那个月字哈，月啊，more and more，more 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对，月啊月，这个字很重要啊，月啊，好，再看一下，以为。以为的话，一般是 against the fact，还有我们，经常有些人说认为，对吧？I think，认为和以为，对吧？又不一样，我以为，我以为怎么样？一般 against the fact，原来原来你会的，这个要学这个词语，这个。原来的什么？original，新学的这个字，计，对，计划，计计划，划，对，计划，哎，计那划。个我们学过学没有学过这个计算，计算，计算，对。计算啊，计算1+1=2啊，计算这个数字啊，计算啊，也是这个计啊，计，好计划。啊，来看一下哈，本来，本本来。来是它是本来是原来应该是怎么样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对吧？本来我本来是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的，但是现在没有，对吧？但现在没有去啊，因为要上汉语课。以前你没有上汉语课的时候，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我本来，在做作业，那还是上课好，对吧？好，再看一下哈，并啊，一般是并不啊，对吧？这是强调 emphasize negative，并不喜欢，并不简单，对吧？并不啊，对对对，并不，好，看一下这里，这个。这个词语这里有两个按，按照、按时，对吧？按照按时。on schedule，还有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奖金。奖金。哎，在你们中学的话，如果学习很好，会有奖金吗？你有一个字儿，说你的名字。那没有用。对，我们以前会买一些东西奖给你，不会有钱，奖品对吧？奖品，对，奖品，又奖一些东西，不是钱，奖金的话就是钱了，对，好，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你读到这里你先来。我们今年的工作都，这既这个平是安，
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学的吧？今天新这学的，我知道，我忘记。已经already。已经哦，对，已经对。安早。哦，我们做这个。对，今天学了。今天学了这个。记啊。对。记。画。画。哦、这个是画字。对，计划。计划。计划。这一，这个字啊，我们上次课有说过这个字哦，我们之前学过那个锻炼，对吧？是吧？Exercise。对，锻，它的右边就是这个锻，这个一段时间 ，a period of， 一段时间，period。这个有点难。尽管，紧紧紧。对，尽管。对对对，尽管澳洲。尽管。尽管。尽管工作，工作。很。这个是上节课学的。这个是 nervous 啊。紧张，紧紧紧，对，紧紧紧，紧张，紧张。中文你也回答了很多，对对对，很多英难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你那个音的话是这样写的，里面是一个大。对，音为对吧？这个是sleepy 困了。困难。困难，对的 ，difficulties。对。好。对，困难。但是，因为。对了。我大家努力，我们成偏他。这个是这个有点难哈，这个是成功的。成功的，success， successfully， 对吧？成功的，这个是 to solve， resolve， 解决，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解决了问题，顺利，这是完。对，完成了工作，对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。对，你看一下这个地啊，这个是读地啊，或者是的啊的，顺利的啊，它是在是 particle， 它是在动词前面，他开心的笑了，有时候会看错，对吧？这个他是这样写的，这里面是一个土字，土 radical 土，顺利的，成功的，这个的，对，好，这个字，另外，可以记住了，另外。马经理呢，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呢，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，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个人多发3000元奖金啊，很多了。感谢大家呢，这3个月努力工作，希望明年有更大的。这个 Lizzy， 这个是读什么？This one。这个成，对，这个成功的成，对吧？成为，这个是绩啊，这个难一点啊，成绩啊，成绩哦，对，
比如说学校的成绩，对吧？学校成绩啊，你看 fruit of study， 的成绩啊，嗯，更大的成绩啊 ，achievement， 对吧？嗯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哎，啊，这个词语，嗯，不得不，对，不得不，必须啊，必须一样的，哦，这个很难，好多，同学都觉得难，对，甚至啊，甚至一本，这个总会忘记这个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呢？嗯，对，这个呢？责任。对，嗯，责任。哎，那个英语里面是不是 be responsible of？ 对吗？是 of。嗯啊，嗯，我的英语啊 ，poor。嗯，好，我来读，我先来读哈，我先来读。嗯、好。那年轻人呢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。嗯，不要太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字，哎，这个是读啊，别急，别急，慢慢来。你对，啊，积极啊，积极啊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不要眼里只有工资和奖金，在工作的前几年，重要的是丰富，哎，这个是丰富啊。enrich， 哎，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，积累啊，这个读积累啊，积累专业知识，这些呢比收入重要多了。嗯，好，姚腾，到你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，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。嗯，不，哎，英语，哇，这个你不知道？没有，在这几步啊，在哪里？哦，这里是吧？哦，这里，对对，嗯、自己啊，对对对，自己啊，我看错了。不愿意啊，愿意，愿意，对，愿意啊 ，willing， 愿意。这甚至。哎，甚至你会，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。对，好。这是我们最需要的，就是对工作的哎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是responsibility， 这个。哦，最自然。哎，责任，嗯，责任心。一个人，哦，这些都比较难啊，这些都比较难啊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很厉害耶，啊，我有一个学生啊，好多次都忘了。嗯，我也是。对，这个是即使啊，即使，即即即，哦，即即即啊，即即即啊，即使啊，即使能，只能。能力啊，这个力，能力，对，能力，力气，对吧？力，能力在高，影响在，这个是，丰富，丰富，对，丰富。如果对工作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责任，责任心，是的，也很难把工作做好。好，这个是能力哈，能力 ，ability， 能力，这个是力气的力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经验啊，经验，经验，experience， 经验，经验。经验很丰富，好，丰富啊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看一下，甚至你会啊，哦，你再读一下这个字啊，要熟练一点，这个是读，离，对，离呀，啊，对了，
这个呢，再读一下。The dream。哎呀，对，OK，都说了啊。责任心哈，责任 responsibility。好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小小的练习。那第一个词，第一个词语。完全。对，完全。这个呢？负责。哦，你知道负责啊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是责任。对，责任啊，责任。哦，这个负责写错了，sorry。你知道负责啊，是的。对。负责任，哎呀，好，顺利。对，顺利，对，这个呢？按时。按时，这个。不得不，对，不得不 ，OK， 这个没有问题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是 personally。幸，对，幸。幸福。哦，性格，哥哥，性格。性格。personality， 对 ，character， 哎，你跟你哥哥性格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他是怎样的？他是跟我一样 introvert。没有，我小妹妹是 extrovert， 可是他喜欢很多不一样的事物。爱好不一样，对吧？对。extrovert 好。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词语。提前。这个呢？一切啊，切切。一切。切切。哦，他还读切切切，他也可以读切切。比如说那个 cut 切菜，切菜，对。第三个啊，这个难一点。积累，对对对 ，yes yes， 积累啊，对，积累，这个呢？这个你知道，你刚才读对啦，你现在又忘了，哎，不对呀，你刚才读对了，提醒，提醒，对吧？醒了，啊 ，wake up， 醒，这个，醒，醒醒醒，提醒。我提醒你一下哈，等会要上课，对吧？好，这个第五个。主张。这个政治你认识啊？这个是保。保证。对，保证，对 ，guarantee， 对 ，promise， 这个保护的保啊，对吧 ？protect， 保护。对。对，保护的保。对。比如说，这个，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您满意。哎，这个，我非常，非常满意啊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满，都安排，的很好。对，用哪一个呢？用哪一个词语？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好。对，一切都安排得很好。第二个，这个满字哈，满字啊，比如说你给我倒那个 wine 酒啊 beer 啊，别倒了啊，满了满了满了。对，我满意的满哈。这个再学这个词，保证我们学是用在哪里呢？比如说这个，这个第二个第七个这份这个是调查哈，调查，明天上午交，你写好了吗？这个，
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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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
对，还差一点，对吧？差，还差一点。对，差。你放心。对，我我，明天9点，给你，对对对，给你。I guarantee，对的，I promise，嗯哼。是读什么？这个字，现在。对，保证，对对保对，证。保证，对了，这个差哈，这个差，比如说，这个，比如这个就是，差5分12点，对吧？这种差，这个差5分12点，这个差一点，就快了啊，差一点，再看一下哈。这个，这个读什么？这个，办法。哎，对，办法，哎，上次，哇，这次读对了哈，哎，这个呢，resolve，这个我们今天办新法。学的，对，今天新学的，我们之前学了那个，了解，对吧？了解。我们之前有学了解，这个是解决，我想想，解决，解，解决，这个是 to learn 对吧？了解，to know，嗯还有这个之前还学了理解，哼，嗯哼，理解 understand 对吧？understand 这个还有解决，对吧？to solve resolve，哎，resolve 跟 solve 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呀。resolve 是什么意思？solve 是解决，对吗？嗯resolve 是什么来着 ？forgot，我查一下，我忘了。哼，resolve 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还是解决耶。我的英语。哦，一样的呀，一样的呀，也是解决啊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查了那个 Google Translate，他告诉我一样的。哦，对，一样的啊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哈，我来 review 一下。来 review 一下。review 一下第四个。对的，这个做生意啊，做生意 do business，对吧？谈或者谈生意或者做生意都可以。谈是用嘴，说话谈，还有这个推迟，已经学的推迟，推迟。推迟和推提迟，前，对吧？推迟和提前，对，这个，这个要学哦，这个是 already，要记住，对的，嗯哼，这个是，已经，对吧？已经，已经对。已经，还有这个经常看错了的，这个是，其对实，对，其实对了，对的，这个 plan，这个，这个是是计划啊，计划，计划的对，计计划划。plan，计划这个字也很重要啊，这个字浪，浪，比如说让妈妈让我去买什么什么什么，是吧？也是这个让，let，让，还有这个是越来越，对吧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，对，越来越容易，这个是读什么？你再读一下这个字，
积累。对，积累啊，对，积累经验啊，积累这个 furniture 财富，对吧？嗯，这个认为以为啊，这个计划还有计算，嗯，都要学的。嗯，还有我们今天还学了那个自己，对吧？自己啊，你忘了自己 oneself。好，嗯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好，我们下个谢星谢。期见啦。好，再见，对，谢再谢。见，嗯，好，拜拜。